夕阳西下，船儿要回来了。有没有看到在船那里有一艘拼板舟即将入港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。哦，有两艘拼板舟哦。还有鸡叫，哎，配合的真好。船要进来了哦。好美。船要上岸了哦，这是蓝屿的勇士，他们划着他们的拼板舟出去练习，现在要回来休息了。紧接着后面也在等候，团结力量大，拼板舟上岸了。紧接着第二艘也要入港了哦。这是今天最美好的 ending， 有没有看到小猪啊？有猪，有鸡，有人，有船，我想这是很少可以看到的景象。大家就是这么的团结。友情的力量真的是无价。美丽的海洋，晚安喽。